这边来看一下新赛季精华一的三师徒，加上推理之境那款，这四款时装化都有女巫二字。眼镜这款宇宙女巫听上去的话有些中二，也不知道精华中的蓝皮会是什么样呢。眼镜这款时装的风格让我想到了此前先知白的时装，头顶的帽子设计成了日月星环，而发型方面除了做了卷发处理之外，可以看到头发的话不再是扎起来的样子，而是披肩的效果。比较担心实战中会不会站着摆动呢，其次的话是衣服上的材质挺好看的，此外还有就是链条缠绕的设计，背后的话只是轻薄的羽翼，搭配上肩挂应该会十分的好看。然后就是期待裙摆的效果，会不会和医生那款浴火匪会一样呢。此外就是脚底垫子的珠子，也不知道到时候走路会是什么样子。下一款的话是雕刻家的时装，给我的第一感觉的话十分的惊艳，除了服饰可能有些单一朴素外，其他设计的话都挺好看的，感觉这款时装的话把精力全部都放在了椅子的设计上。另外这个雕像的样子应该就是角落位置的动物雕像，不过的话现在只能看到一半轮廓，大家可以期待后续的内陆。最后就是使徒的时装，感觉这几款时装裙摆都有类似的那种灰烬燃烧的效果，手持物的话是那种树枝的设计，整体看下的话还是不错的，也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